個頭呢度遮蔽住。咩遮蔽住？遮蔽住。個兜住有嘢罩住咁樣。即係要走個死人嘅幽谷咯。OK， 但係你個感覺係乜嘢啊？我嘅感覺覺得覺得係咪？講完又好啲，講完又好似好啲咯。罩住咁樣，有啲嘢籠住咁樣，係咪？係啊係啊。OK， 嗱，放鬆人嚇，你話覺得好暈。係啊。跟之前不同的是不是？是啊。這個都是邪靈在嘗試打仗的那種情況。哦。那你就相信。跟我抗衡著。是啦。啲香燭味。聞到啲香燭味。是。好像有些人在燒香燭。是啦是啦是啦。好，那你黑文雅。我聞到呢龍母廟呢化寶化寶那些東西啊。嗯哼。化寶那些那些焚化爐那些味啊。OK。好犀利啊！陣味焚化爐咩焚化爐？因為化俾公公婆婆、爺爺嫲嫲啊，燒嗰啲係啊，燒嗰啲咁大份嗰啲咧，又有金元寶啊好，奉耶穌嘅名，呢啲所有嘅邪靈要離開曬，有信心，奉耶穌嘅名，冇啦，聞得好清新啊！而家。好了，感謝耶穌，頂住想嘔。係啊，但係嘔唔出。奉耶穌嘅名，呢啲邪靈要走曬，想嘔嘅感覺要離開。拍大力啲得唔得？奉耶穌嘅名，所有邪靈離開曬，耶穌釋放佢，脱離。耶穌釋放我哋，耶穌釋放我哋，唔緊要，繼續。嘔唔到，但係舒服咗條喉嚨。條喉嚨想嘔，唔一定要嘔嘅。多謝師傅。你覺得啲乜嘢？好開心咯！突然間自己好開心啊！呢個聖靈嘅帶嚟嘅喜樂，感謝耶穌。聖靈除咗感動之外，仲會帶嚟喜樂㗎？係啊。哦。聖靈所結嘅果子就係仁愛、喜樂。仲有好多個喎。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實、温柔、節制。哦。係啦。而家呢度個位置唔想嘔啦。感謝主啊！即係先覺得想嘔啊，係咪？係啊。除了不想嘔，還覺得什麼在那裡？條頸的喉嚨都舒服了，沒有想嘔的感覺。感謝主啊。在醫院的時候經常想嘔的。OK， 即是心情現在覺得怎樣？心情平安。嗯哼，好，那多謝耶穌。喜樂。多謝耶穌，多謝耶穌。有人愛咯，覺得自己開始會顧回弟弟妹妹的感受。OK。姑媽咪的感受，係咯，多謝耶穌，多謝耶穌，多謝耶穌醫治我，多謝耶穌醫治我，哈利路亞，好，哈利路亞，好啊。